围墙会突然荡破，从前那套路被我解锁。逆转的连场推敲与错摸，像尽头有缘犯当初。迷惑过，谜题会逐条道破，逆袭开始了，没法可以停住我。没困阻，思想飞出天际作激过，为了想清楚，寻方向再可。迷惑过，谜题会逐条道破，逆袭开始了，没法可以停住我。困阻思想飞出天际再激堕，为了想清楚，寻一个结果。可不可以放大看一下 Keyman 的手臂？系统显示，这个纹身有79%的概率是 Australian Army 的军事徽章。这个 Jason Yu 就是那个 Keyman。这个家伙早就摸清了何伟堂有多少财产，另一方面又用同样的手法让霍太太宁可损失5亿赎金，也不会冒损失1000亿身家的风险。还有没有行李要托运啊？于志光先生。 Action。你知道我们抓了 Robert 仔和叉猜，所以想跑路去澳大利亚。我没话说，我们查到你在半年前炒期货亏了，赔了几千万，所以你为了钱策划了这次绑架。我没话说。很明显，于志光就是主脑。他聪明又冷静，什么都不说，避免自己会出差错。我们现在缺少直接证据，虽然有证据起诉，但不保证成功。他真的很聪明，又了解博弈论，敢死磕到底。博弈论中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囚徒困境，放到这起案子里刚好。囚徒困境，哼，有意思。你没话说是吧？那轮到我们说。你的绑架计划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，你必须找人帮忙。你看中你的小学同学 Robert 仔，混得不好，但会开船，又懂机械，之前还做过装修，他当然是最佳人选了。你又在拳馆认识了叉猜，看中他身手好会功夫，所以就决定拉他一起合作。你们都不是惯犯，除了 Robert 仔犯过一些小案子之外，你跟叉猜没有任何刑事记录，你的计划还算挺周密的。不过现在遇到我们呢，算你运气不好。有证据就起诉，还是那句，我没话说。叶达信先生，请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？这个三鱼被我们抓了，那他肯定跟你们两个对过口供。如果被警方抓到的话，就保持缄默，因为这样做似乎对大家是最有利的。你还真的很听话呀，真的什么都不肯说。但是你敢不敢保证他们两个人也跟你一样呢？绑架案最高的刑罚是终身监禁，何况你作案两次，涉及的金额庞大，法官一定会以儆效尤重判，下半辈子都要待在牢里。Jason 他比你聪明，他是个高智商罪犯，这次绑架是他一手策划的。你猜他那么聪明，会不会为自己留条后路呢？那 Jason 鱼呢，他很会玩这个游戏。 Robert 仔也是机灵鬼，他们两个是认识20多年的同学，你知道的。你跟 Jason 都是香港人，你们一个鼻孔出气，叉猜是泰国人，怎么说也是个外人，他多吃亏呀。他为自己做好打算，保障自己也不算自私。你们三个肯定是逃不掉的，现在看你们谁愿意跟警方合作，那就有机会减刑，可能转为污点证人。到时候他会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不合作的那个身上，警方也会锁定这个人是两起案件的主谋，重判自然是不必说的，甚至是终身监禁。
看谁最先开口跟警方合作，谁愿意开口，谁就最有利。其实我们很欣赏你，博学多才，读了很多书，又这么有学问，你一定很了解博弈论还有心理学，囚徒困境你肯定听说过。就像你们三个这样，本来早就商量好了，大家都不开口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但是你想想，在这种环境之下，缺乏沟通，出卖同伴，反而能为自己带来好处。你这么聪明，那你猜叉猜跟 Rob 仔是谁把你抱出来？是 Rob 仔啊，还是叉猜？是两个一起啊，我们人证物证都齐了。现在轮到你了，要怎么做才对自己最有利？你知道，是跟我们合作呢，还是继续死撑说我没坏？好，我合作。这是我们 AB 两组首次合作，想不到这次强强联合这么成功。幸好 Rob 仔跟叉猜肯认罪，要不然我们哪够证据成功起诉 Jason 玉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不是什么幸好啊，完全是因为两位英明领导带领我们 Nick Sir 三 Sir。总之三 Sir 和 Nick Sir 简直就是我们 OG 的宋仲基和李敏镐，英俊、身手好、帅气。够了够了，知道你们的意思。最近大家工作很辛苦吗？对，去铁板烧好不好？好，我请客。谢谢。我来这么久还没有请大家吃过饭，那干脆明天我请，鲤鱼们吃海鲜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。什么事这么开心呢？莫Sir，最近呢兄弟们都很辛苦，打算带他们去放松放松。我正有此意啊，这次大家的表现不错，我打算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顿好的。谢谢，我已经叫食堂的何老板呢准备了好菜犒劳你们。不要啊，要铁板烧啊。啊，莫Sir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晚上约了女朋友看电影，不能去吃饭，改天啊。我老婆在等我啊，改天改天啊。啊，莫Sir，今天我爸爸生日，我要陪他吃饭。那你去。我也是。你爸爸也生日啊？干脆改天，改天。去打拳吧。对，练拳练拳。我去给关二哥上炷香。那么莫Sir，我们去食堂点菜好不好？蒸蛋怎么样？再来份西宁鸡。三个人能吃多少啊？那改天啊。觉得你射箭超厉害的，要不教教我？射出一支箭有十个步骤，听说过吗？啊，看来不简单。那边的小房子里呢，有很多教射箭的书籍，你先看，然后再请个专业教练。我是业余的，加油啊！喂 ，Mary，Nick。星期天怎么有空打给我？其他警署的同事送了几张舞台剧《七宗罪》的票给我，我想问问你跟Hazel有没有兴趣啊？原来想拿我当借口约Hazel。舞台剧啊，你一直喜欢不是吗？《七宗罪》啊，符合你高品位的要求啊。我们的 Nick Sir 七擒七纵都搞不定Hazel，竟然要出动《七宗罪》。Mary 姐，你别笑我，就当帮个忙好吗？我是不会帮你约我好姐妹的，不过你这么久都没放弃，我也想看你们到底有没有缘分。有一个Hazel非常喜欢的意大利名画家，这个星期在香港办画展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收到，谢谢你。
朱迪。钟嘉瑜律师事务所有什么能帮你？黑总，我是 Nick。之前那起毒品案呢，你不是保释了你当事人吗 ？MB 那边查清楚了、已经证实跟他无关，所以不会起诉他。我打个电话跟你说一下。你的同事已经打给我了，星期天还在忙公事。Lisa， 你的工作很上心啊。应该的。对了，星期天啊，你还要上班？最近很忙吗？对啊，有一起大官司，本来想去看个画展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但也去不了。这么可惜啊！不过不管多忙也要吃饭，我刚好在你公司附近，要不我买了拿去给你啊？你想吃什么？不用了，我还有很多资料要看，改天吧。哦，那就改天，不打扰你工作了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虽然说今天是我请客，但没必要这么不客气啊！你这样喝酒，很容易醉的。我喝酒需要你教，开心的话喝什么都一口干了。就是，安娜开心就行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你啊，我们才可以拿到录像，抓到人。不用客气，只是随便按几个键。我是 freelance， 一直都在做键盘战士啊。黑客就黑客啊，还战士？我是专业帮公司客户修复他们的电脑系统以及保安漏洞，如果他们的系统中毒了或者是被入侵，我都会帮忙搞定。听阿森说你是从国外回来的，你打算在香港待多久？其实香港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，生活 so boring， 而且还很吵，特别是有些人呢就爱装模作样，假装有正义感，简直土爆了。所以我打算查完沙虎案就走，要去一个适合我的地方。怎么样，长篇大论发表完了？嗯哼。那我跟你说啊，你查归查，但绝不能越界。如果你敢犯法，我照样抓你。那我帮你偷了那段监控录像，算不算犯法越界呢？哎呀，如果我不偷的话，你就破不了案了。你那天不是用偷这个字眼啊？难道真是靠攒印花换来的？你想要破案就肯定得有灰色地带了。你懂什么叫灰色地带？不是谁都有那么强的自制能力会分辨黑白。安娜，你在香港住在哪儿啊？西环一家 youth hostel 咯，青年旅社。你一个女生自己住不怕、啊、香港治安这么好，况且我还认识一个很有正义感会分辨黑白的警察，我怕什么呢？说你还是说我？哦，怎么安娜会住在青年旅社，那么奇怪啊？虽然从外国回来，但是没亲戚朋友吗？那他不是在香港长大，是在委内瑞拉出生。五岁那年呢，他就被父母遗弃，成了孤儿。之前张 Sir 是他的助养人，也是他唯一的朋友。他来到香港之后，才慢慢认识了一些人。啊，他这么可怜啊！怪不得他那么紧张，想要查沙虎案呢。哎，他那么小就孤零零一个人，真的很可怜哦。他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教，没有人管，所以这么任性。他这种就叫没有规矩。委内瑞拉虽然有石油，但是局势很不稳定啊，粮食也不够，很多人都要挨饿。他能在那种环境中生存下来，算很厉害了。你少替他担心，他那么开放，搭下人肩膀跟人家聊几句就能骗到几顿饭。乱说，你体验过那种生活吗？哎，没必要体验。要不是因为沙虎案，我才不想跟他扯上关系。啊，其实我觉得你跟他挺像。你想怎样？是不是想打架？我是想说你跟他一样，你们都想尽快帮张 Sir 找出真凶啊。啊，你还挺有本事啊，不管再说什么总能绕个圈子来夸我。你是想说我这个人有情有义，对不对，老婆？
Come, join us to drink. I'm coming.哎，对了，那天你妈咪说她想吃樱桃，给她买一盒。好啊，你这么有心，她肯定疼你。又干嘛？好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是不是有事啊？安娜说有杀虎案的最新线索，我现在马上去找她。你回家打给我，好不好？嗯。这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俄罗斯超级黑客。他很了解暗网上招募杀手的事，只不过我之前跟他失联，幸好终于等到他出现，还给了一些重要的线索。原来杀虎案的主谋真的在暗网上招募过杀手，我朋友八卦贪玩发了一封应征信过去，但其实他在那封信里藏了一个木马程序，想查对方招募那么多杀手要干嘛。他一直追踪流向，最后真的被他找到了 computer terminal，发现 IP 竟然是香港一家上市公司。什么公司？汇丰集团。汇丰？我朋友想进一步调查那个招募者的身份，也尝试过攻击汇丰，但是他们的 security system 太强，连超级黑客都攻不进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线索断了？那倒未必，我还有个方法可以从汇丰的内部电脑攻进去，不过要你帮忙。汇丰集团有限公司是香港十大企业之一，他们涉足的业务非常广泛，除了地产投资，还有汽车、物流、酒店，甚至超市，年赚上百亿。而他的创办人就是曾经的香港首富魏冠天，但是自从魏冠天车祸去世之后，整个汇丰集团就由他的独生子魏子乐继承。这个富二代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比不上他爸十分之一，只挑了个资讯科技部主管当当就算了，所以整个集团主席兼 CEO 的位置就由他叔叔魏东海接任。魏东海安插他儿子魏兆阳到公司当副主席兼总经理，所以现在整个魏峰是他们父子两个掌管。你约我出来不是光想告诉我魏峰集团的简介吧？到底要我帮你做什么？魏东海除了是魏峰的负责人，还担任很多公职，其中一项是香港灭罪委员会的委员。之前杀虎案你受伤，他有去医院看过你，应该对你还有点印象。我之前破了起绑架案，受害者是他老朋友何伟堂。 Good， 我要你去找他，告诉他你有个做 freelance 的国际记者朋友想要采访魏峰，请他帮我安排下。你想混进魏峰攻击他们的电脑？我去做什么你不用知道，你不知道就不用担心我越界。不过能不能查到杀虎案幕后主谋就看你的了。今天香港酒店及餐饮业联会在这家酒店举行 lunch meeting， 魏东海也有出席，不出意外差不多要出来了。还没出来啊？不相信我？就相信你一次。魏先生，森 Sir， 魏先生，我先去准备车。嗯，之前你帮我老朋友堂哥抓到绑匪，我还没来得及谢你。哦，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的职责。今天我问了你的秘书，知道你会来这里，所以特地来有个不情之请。我希望魏先生你可以帮个忙。啊，尽管说。我有一个记者朋友是在国际杂志社里面做 freelance 的，他最近在做一个关于酒店和餐饮环保设施的专题，所以很希望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企业来做个采访。行行行，我帮你联络公关部那边，你直接去找他们，他们会帮你朋友安排的。谢谢魏先生。哎，小事情小事情。魏先生可以走了。好的，就这样了。好，不打扰你了。嗯。
今天的打扮是不是既斯文又充满内涵，既充满内涵又有点性感，既性感又特别有气质？嗯，我只觉得你话特别多，还有点烦，系好安全带。到了，约的3点，现在2点半，也就是有半个小时让我动手。 Perfect， 你在这儿等我的好消息。我约了公关部的马总监3点钟做采访。好的，你在那边稍等一下啊。小姐是吗？是，我是马先生的秘书，请跟我去那边。谢谢你。马先生现在在开会，你可能要稍等一下。哦，没问题，我是担心中环堵车才早来一点。嗯，你在这里坐一下。几张照片放到采访中，请问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去洗手间擦一下就行了。Sorry。小姐，请问你是哪个部门的？可不可以出示你的职员证？啊，我是一名记者，我今天约了马总监做采访，刚才总编说要赶着排版，叫我马上把稿改好发给他，我没带笔记本电脑，所以才借你们的电脑用用嘛。刚才电脑部发现公司系统被人入侵，源头就在这里，用我们的电脑做了什么？我只是把自己的稿打开，没做什么其他的。我想马总监应该差不多开完会了，我坐到沙发那边等他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把 USB 给我们检查一下。不行，里面有我们杂志社的资料，要保密的。麻烦你合作一点。想干什么？小明先生，魏兆阳，我们是大公司，你们在这里工作只代表魏峰，能不能有点礼貌？对不起，小魏先生。魏先生你好，我是记者，本来今天约了马总监做采访，但是我总编叫我把稿子发给他，我才借你们的电脑来用，谁知道他们说我对电脑做了手脚，我没有。你们看看，吓到人家了。魏先生，我真的没乱动你们的东西。放心，解释清楚就行了。小魏先生，上级通知说公司的系统被入侵，不是小事。你们有没有证据是他做了？没有，不过我们不查清楚的话，大魏先生追究起来我们很难交代。走个过场。那你们动作快点，绅士一点。麻烦你把 USB 给我们检查一下。里面全都是狗。
总监应该差不多开完会了，我坐到沙发那边等他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把 USB 给我们检查一下。都说了我没乱动你们的东西，我本来约了马总监3点钟做采访，现在完全来不及了。你们两个还不快道歉？不好意思啊，张小姐，是我们弄错了。 USB 还给你，快走快走。马总监那边呢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跟他说一下就行了。要不然你直接采访我，我是集团的副主席兼总经理。好啊，那谢谢你啊，小魏先生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害你耽误了，没做成采访。我帮你跟马总监再约个时间。It's OK， 他的秘书说会帮我重新再约的。要怪就怪电脑部的那群人没用，我身为集团的副主席，应该替他们向你赔罪。我请你吃饭。其实只是小事，不用这么客气，魏先生。你不要跟我客气才对，把你的名片给我，时间定下来了，我就直接通知你。其实马总监的秘书已经有我的电话，真是不用劳烦你了，魏先生。那不然把你电话给我，我认识很多酒店餐饮集团的大老板，可以帮你约他们做采访的。哦，我男朋友来接我了。今天真是谢谢你，魏先生，我们改天再见啊，拜拜。喂，厉害吧，开车。想不到魏峰集团的保安员还挺机灵，连我都差点出事，幸好有两手准备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查到什么？原来魏峰集团的 terminal 之前中了毒，是僵尸电脑。什么叫僵尸电脑？就是被黑客入侵。那跟你之前说的木马程序发泄那些有什么关系？简单来说，就是魏峰的一部分资料并不真正属于他，而是黑客控制他们电脑的时候留下的痕迹。那就是说，虽然你朋友追踪到暗网沙虎案主谋的帖子的源头是魏峰，但是魏峰的其实是僵尸电脑，所以其实源头资料是假的。嗯哼。那么找出黑客就能知道幕后的主谋是谁了。我本来也这么想，只不过我发现原来连 BYS Data 也中了毒。什么 BYS Data 是一个数据中心，负责帮不同的公司处理数据，魏峰就是其中一家，还有其他很多家公司。所以你的意思是除了魏峰一家公司，其他公司也中了毒，也成了僵尸电脑？对啊，现在问题是这里有超过200家公司，如果我们想要继续用这条线索找出黑客，不大可能。不可能就是线索又断了是吧？只能说是打回原形，要回到大海继续捞针。老大，你醉了？你才醉了，我没醉。小心，继续喝啊！继续喝、啊。我没醉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你撞到我，撞到你又怎么样？去死！你说怎么回事啊？自己不小心摔倒、啊、接着说，我打他，我弟弟都看到了。就是啊，是他自己摔倒呢，凭什么把我抓过来、啊、你们为什么要打架？然后呢？什么跟人打架，是他先打我的。我也是受害者。你也是受害者。你涉嫌跟一起诈骗印印女用的案件有关，我们需要你协助调查。你看骗你钱的人是不是他？你个混蛋，不是这个人。不是他，你看清楚。阿里那个混蛋，他化成灰我都能认出来。但这张身份证上写着他叫阿里，根本不是一个人。先生，我怀疑你盗用他人身份，现在要拘留你，给他录口供。四儿，肚子疼，别吃花生。
那个妹头叫肚子饿叫的最大声的是她，磨磨蹭蹭走的最慢的也是她。女人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去食堂占位子等她啊。住手！有枪声了，底下。怎么了？有个嫌犯抢了枪，逃走了。车神，看着，别走。警察，蹲下！警察，小心点，蹲下！四四，怎么样？嫌犯醒了没有？没啊，还没醒。这家伙被车撞到，头部受伤，还挺严重。医生说没这么快醒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有没有线索？初步查过，一无所获。也就是现在只能看重案组那边有没有新发现了。啊，这家伙有点奇怪啊，盗用身份证也不是什么弥天大罪，现在又抢枪又袭警，很可能判终身监禁。怎么会闹这么大事，冒这么大险也想脱身呢？肯定有问题。只要等他醒来，就可以马上审他。李 sir， 律政司刚才通知，说传销集团诈骗案会延期审讯。原因呢？听说辩方那边换了一个律师。嗯，人赃并获，被抓个正着，换多少个律师都没用了。延期是多给你点时间做准备啊，多看几遍。怎么了 Mary？ 你那天在画廊有没有遇到黑总？没有啊，你那是假消息。不可能啊，他应该会去啊。啊，对了，那起传销案是不是换了辩方律师？之前没哪个律师能难倒 Nick Sir 你。不过这次可能有点不同了。谁这么厉害啊？不就是你一直很希望跟他交手的钟嘉瑜钟大壮了？是黑嫂。对呀，我今天特地打电话给你，就是告诉你这件事。你不用再去射箭场或者画廊假装偶遇，你们可以直接在法庭见。沈维利高级督察，你是这起案件中的欧西，请你简单描述案情。涉案公司 Truth Limited 用承压式的推销手法诱骗他们的会员买一些没用的现金抵用券，警方接报之后就派出警员卧底调查。调查过程中你认为他们有没有触犯香港的任何法律呢？有，他们触犯了香港法律第617章禁止承压式计划条例，于是我们采取逮捕行动。谢谢你沈 Sir。 法官阁下，我没有问题了。沈 Sir， 案中两名负责搜集情报的卧底探员是由你派过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两位卧底探员的供词就是指控我当事人有罪的最有力证据，你同不同意我这个说法？同意。沈 Sir， 请你详细描述一下当天逮捕我当事人的情况。当天下午6:45，我带领四名下属去中港码头开始。沈 Sir， 请你说清楚，是下午的6:45出发去中港码头呢，还是下午的6:45去到中港码头？我们是在下午6:45准时到达中港码头，并展开逮捕行动。事前我们收到情报，得知被告约了本案已经潜逃的石家超，准备坐船去惠州。在你的概念里，被告跟石家超什么关系？共犯。共犯？我的当事人未经定罪，怎么能说他们是共犯呢？我更正，
是生意上的搭档。我们在码头那里等到被告上船的前一刻，石家超都没出现，所以警方只能逮捕我当事人，将所有罪名推到他身上。法官阁下，我反对辩方律师的无理推测。反对有效，证人你有全部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案子是由沈瑟你负责的，刚才你提到逮捕行动是从下午6:45开始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根据记录，上面写着警方的逮捕行动是从黄昏开始，请问黄昏指的是几点？6:45差不多。根据气象台记录，当天太阳5:30开始下山，6:30天就完全黑了。6:45到底算是下午呢，黄昏呢，还是晚上呢？究竟是你记错还是记录写错了？可能是传达的时候意思上有一点偏差。也就是你承认记录不精确。你身为警务人员，应该知道不管是给法庭的文件还是在法庭上作供，都必须精确并且严肃对待。你刚才在庭上作供的时候，一次又一次用不精准的词汇误导大家，记录案情也得过且过。警务人员不是应该受过专业的训练吗？怎么连最基本的谨慎作供这点也做不到？叫市民怎么信任你？根据记录，我当事人是通过了出入境检查之后才被警方逮捕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记录上却清楚写着，我的当事人是在下船的时候被捕。假如船已经到了惠州的话，香港警方又怎么执法？所以是不是应该是上船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而不是下船？这次又是你们写错了，还是你们做事向来这么马虎？警方用两份最有力的供词指控我的当事人参与传销，但是如果这两份供词是由一群做事马马虎虎的警察写的，请问你认为可不可信？钟大柱，我想你弄错了。明明上船写成下船，怎么是我弄错而不是你弄错呢？下船的确能指离开船只，但同时也有登上船的意思。下船明显是指从船上下来，又怎么会有上船的意思？沈瑟，你还想狡辩？我没狡辩，是你自己听不懂。比如我说，今天浪好大好晃啊，船终于靠岸了，下到船上要小心。又或者这么说，今天浪好大好晃，船终于靠岸了，上到船上要小心。再给你举个例子，幸好来得及，船还没开走，不过下到船上要小心。或者可以这么说，幸好来得及，船还没开走，不过上到船上要小心。两句话意思一模一样。钟大柱，你在法庭上讲究字字精确，可能因为你在国外念了书，对中文一知半解。其实中文的用字变化一学难精，当中很多巧妙的地方，比如说明明是意思相反的词，但是也可以表达同一个意思。我问你，地上捡到宝还是地下捡到宝？真是可怜啊，被问得哑口无言，真是好不可怜。在这里，可怜跟好不可怜是一个意思，都是觉得你很可怜。以后挑人家的用词之前，先找人恶补一下中文。法官阁下，我没问题了。Yes, sir.嗨，黑手，叫我 Nick 就行了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您知道我在后面还走这么快。刚才在庭上不好意思，我可能有点过分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不用不好意思，大家的立场不同嘛。刚才你的话很有见解，法庭上很少有人可以挑战我。Surprising, but interesting。这类有趣的中文例子我还知道很多，有没有时间？一起吃顿饭慢慢聊。不吃了。你是控方证人，我是辩方律师，私下见面不太好。等这个案子结束吧，你再慢慢教我中文里的 slang。好啊。今天急着叫大家过来，是因为国际刑警组已经确定在警署抢枪袭警的嫌犯，是国际红色通缉令名单上面一个名为艾凡特恐怖组织的骨干成员，他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。
嫌犯阿拉维阿拉伯籍男子，43岁，涉嫌欧洲多起恐怖袭击案。3年前，法国巴黎一个大型商场外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，1000多人受伤，上百人死亡。在爆炸发生的前5分钟，监控系统清楚拍到阿拉维在现场出现。国际反恐组织相信可以从他身上查到很多恐怖组织的情报。我们有理由怀疑阿拉维通过非法途径来香港，然后盗用他人身份证，在湾仔一带的酒吧当搬货工人隐藏身份。怪不得会闹得袭警抢枪拒捕这么严重。我们已经联络国际反恐组织，希望他们可以提供更多关于阿拉维的资料。处长已经下了命令，这案子由重案组交给我们欧记负责，一定要查清楚他留在香港有什么目的，有没有其他同党，以及犯过什么案。你之前的案子跟那边有过联络，我想让你负责这个案子。非一般，这对手潜伏未看透，天多黑能叫真相遗漏，相反方向去走，跳出公式早有预谋，如再引诱要我出手，谁在这背后沿路过，围墙会突然撞破，从前那套路被我解锁，逆转的连长推敲与错摸，像尽头又折返当初，迷惑过